当国服第一则拉丝拍到了王继超对面，直接人都懵了，还没打团就被四炮送走，国服第一则拉丝实至名归。众所周知，新版本中泽拉斯迎来一波巨幅加强，而国服第一则拉丝王继超就是加强的最大受益者。目前王继超已经用泽拉斯冲进了国服前十，在这把游戏更是排在了 AD 专家一家之主的对面。对局前期，一家之主在下路还打出不小的优势，然而等王继超等级达到11级，大招能开5次以后，家主就感受到了来自国服第一则拉斯的压力。最经典的就是这波王继超大招受掉劫刺后，后续大招还有4发，直接4发全中，瞬秒家主。下面来看一下家主第一视角，真的是躲都躲不掉。后续最后一波团战也是王继超开启远程大招，直接一塔出开大两发大招，带走家主和沙丹杰斯，一波团战直接拿下这把游戏胜利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这版本的泽拉斯这么强势，你觉得王继超还能再次登顶国服第一吗？